我家的第一台热水器，那是记忆中呵护的温度。我的第一台热水器，那是独立后体贴的温度。我们的第一台热水器，那是团圆时幸福的温度。万家乐，温暖我人生的每一个时刻。万家乐，乐万家。来了，耶！我没开啊，我靠！你是好事，你是好，切！你是好事，忘记开了，我靠！我是好事，我在等广告结束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在等你开，我也不想说。我想你怎么会开的？啊，我们看一下终点位，地图上方的十一等分就是蓝色的神户选手探季。现在就下方的五点半就是红色的宠物选手。我也不想的呀，我在想妈的我切过来怎么哎没开。哎，今天还是有点累着，中午解说了个 GSU， 下午又晚上又来这样，精力难免有点分散不集中。对的，不，这种其实比我们去拍这种录节目要好啊。那好多了，那好多了。录节目那个等一下，大哥不要再给你假赛找借口了。还是假你妹，干死你狗逼！不，盛奎，嗯，那天他比我们还惨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为什么？那天我们不是那个过去了之后，不是我们也拖了很久，大概到下午四点半才开始录嘛。啊。然后我们不是十点钟就结束了吗？啊。他们你妈早上九点钟过去的，然后搞到晚上十二点半。关键我他妈的那一天前一天还你妈跟你们去吃那个宵夜，我靠！对不对？你现在老子几点回来了？我靠！老子回到酒店已经三点钟了，我靠！不，那主要那几天最累是因为是连续这个录了几个节目。连续录了个好星际，录了两个星期，然后又那个加上这个连着弄，关键是那天那个选人才他妈累，选人那天真的你妈要崩了，最后没办法，他为了做节目效果呀。不是，是选人那天是这样的，你不在，盛奎，嗯，选那天我们录了，从早上开始录好星际，一直录到晚上。就录到大概我们早上十点钟就开始录到下午六点钟完了，妈饭还没吃呢就开始做选人，又搞到十点多十一点。那天真的太累了，我选人做完我都想死了。哎，不过再累也没有上次我去王尼玛他们那里拍了个广告累。哼。算了，人家也接受到代价了，死都死了。关键你妈的拍完了，老子那么累，最后内容都被剪掉了。你关键是你妈，你每次去王尼玛那边跟他有点关系。哎，我好了，我抓出来了。那你下盘再进啊。三开。正常三开。一哥这边还是走 VS 的套路。嗯。王尼玛下周还给我们吃个饭呢。王尼玛说一定要拜一拜你、啊。我他妈的后面都不好意思跟他说话了。
真的呀、啊，你妈的，我真的不好意思跟他说话了，那么怎么说嘛？他万一不信你妈的说不行，我就不信你妈的每一次你这样子，那我都会疯。有本事再疯一次给我看。哎呦，一个。不是，是吗？头都被打下来了，我跟你说，脑袋没了。不是最尴尬的不是这个，是那天不是拍完广告我回来，不是他们就出事了吗？嗯。然后就被封了嘛，然后他你妈。然后他我就不好意思说没，因为广告，把广告有钱的呀，啊，不好意思问他要钱，我都不好意思问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过了大概过了两个星期，他们下面那个工作人员问我，哎，这个合同怎么走啊？然后我说你妈的，你们都出事了，我他妈还好意思过来问你们要合同啊？然后他说不，合同还是要走的。然后后来就把那个后来不是就把里面那个人物换成 Miss 了吗？嗯，就其实中间拍了很多东西的，就是王尼玛这个版本应该是一个要比你们后来看到 Miss 这个版本要长很多的一个版本，但是没办法，他们后来这个被封掉了之后就没有办法放出来了嘛。就当时好尴尬。手双 VS 的这个战术，我觉得打西瓜应该没见过。我不是没见过，我觉得打西瓜应该很难死。对，王尼玛来找我吃饭最关键是因为我那天把名字改了，我不是世界杯解说改成专业解说黄旭东吗？然后他刚改完第二天，他跟我说好转的，形势好了一点。我靠，你改完就好了。哎，三。那两 VS 两 VS 爆凤凰了，爆凤凰。那西瓜走的是赤蛇狗子帽的这种科技啊，不过西瓜绝对不会想到用什么赤蛇狗子帽带速度这种单，这不可能做的。也没杀多少农民，自己还能接受吧。只要你把麦调大一点，调大一点吗？你的麦又掉了，不知道掉哪里去了。你再说。没掉呀！我靠！好了，在我好了，在我这儿啊。哎呀，反正你就变小声的，我就跟你说。嗯。好，凤凰来了，这个可能是西瓜想不到的。直接打三块是不用想的呀。强要三级顶。我西瓜防的还可以啊，不，这波主要是你在防这波的时候，你这个凤凰就很难那个，加起来，变吃牛逼，上面也没打掉，哎，他们西瓜这波农民还是有点亏的，那么办，你总要被他烧的呀，这个，总要付出点代价，他付凤凰，你就不可能说你能全身而退的。对，他凤凰能量都花光了。哎呦，西瓜吓了一跳，我靠！直接先变个也防空。如果刚才他再多爆个十条狗，我觉得这个三罐可能就掉了。凤凰这种真的近台防御真的没用。哎，他总找得到机会搞你的呀。家里面你就只能咬点农民，但是你始终还是解决不了那个凤凰一直不停的搞你。感谢智智熊大仙人的超级火箭，妈的圣龟你也感谢一下呀、啊！感谢智智熊大仙人，你妈智智熊大仙人是谁嘛？哼，你妈！哎，他哎，他不对，他知道这套战术啊！哎，西瓜知道这个智者狗毒爆带速度的战术啊，你敢信？那说明他最近看直播了呀。因为只是现在他这个智者还没出来而已。这个最好的解法就是刺蛇带那个。就真的烦，所到之处你们寸草不生，就跟蝗虫一样。其实防这波，我觉得如果是出蟑螂走蟑螂那个流程的，最
还是先一波蟑螂压出去，这样你用蟑螂换它凤凰的能量，你家里面至少在运营上不会吃亏的。这来了呀，这来了呀，你这个死的呀！我不，刺蛇顶得出来，它没能量了，凤凰没能量了，还好。没能量还好。西瓜运营能力其实挺强的，你看整个运营下来，你感觉刺蛇还是很多的。基哥已经在转双 VR 了。这个短不短双 VR 都不重要，重要现在要按波速度下去。对。他知道这个战术，其实就可以了。凤凰池也死的差不多了。另外这波对面怎么办？西瓜速度出来了，闪电应该稍微保护一下。这波速度出来之后还是有点凶啊！你能量都飞到刺蛇身上了，过一会儿速度你怎么解决？宿主凤凰根本就不太想解决，宿主到了，他想偷闪电吧？这波宿主，哎呀，但被看到了。西瓜爆兵真的蛮猛，真心蛮猛。哎，感谢杭州滨江 F 九幺的飞机和蓝黑色调的超大玩心。感谢两位兄弟啊！好，先换一个白球也可以。古爆，对，古爆滚起来，速度是要压出去了呀，这个时候稍微少一点，但也能接受。强行顶出来打，这个是对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有点急，这还要闪电，因为他必须要顶出来了，不顶出来速度太猛了。这波顶出来其实意义很重大。对，但我觉得西瓜还是有机会能够拿下这场比赛。几个宿主啊？宿主虽然慢慢多起来了，11个其实已经很多了。刺蛇数量稍微少一点，然后没毒爆，剩下就是哎，两个还行。而且我一直觉得这波宿主应该是打正面，而不是现在说去骚扰。对对对，你骚东西其实意义不大。骚扰能够骚扰，你主要是去打正面的那个换对方的兵，你可以无损换兵。你到家里面，你说能换多少东西吗？也就这样了。换农民其实意义不是那么大的，农民主要可以跑的呀。哎，不过你妈这都杀了九个，14个好吗？我靠，这都杀了14个。好，正面再来追一波，换家。哎，换的挺好的呀，他家里面有宿主拖着你，他也不慌。宿主小虫子还有一点时间，他宿主只要先把这波兵先回来，小虫子只要一出来就可以挡这波了。不过闪电很多，未必挡得住，未必挡得住。来了，可以放了。来，闪电来了，先用这波来清。稍微让你时间稍微久一点，我毒爆变成再打。哎呦，电的可以。毒爆，这看怎么毒爆了？毒爆，哎，也没多少，也没几个。家里面没刷出来，这波差。两个人都很紧啊，但西瓜人口现在很高啊，但高都高在速度上面，我估计是。哎，没事。他直接要进去，直接要进去断，想断出兵连。西瓜怎么走进去了？正面两个人毒爆在撞，还能不能拖出一个小虫子？感觉还有10秒钟。家里面基哥已经守住了，他这波插刺蛇就不应该走进去，就在外面拆这个二矿就好。对，把二矿拆了，你如果家里面守住就赢了。好了，最后一波小虫子就开这一拳了。哎呀，这波小虫子无敌了，这波小虫无敌了。真的，他那波刺蛇如果不回去把二矿拆了，基哥就输了，对不对嘛？把二基地拆了。现在我觉得鸡哥完全还能打呀，还能打。但是西瓜如果抓住这次机会强压的话，鸡哥可能兵成不了形。对，鸡哥这边还有个能静在烧，这个烧的很好，
拖住你的时间，现在就是宿主一定要往 外面去走，宿主利用一波小虫子换一波吉哥的兵，不能让他成型。九个宿主来了啊，这波哎，他怎么往二矿飞啊？要把二矿给打爆。往三矿飞啊，肯定是。三矿了，这飞这又让。肯定应该飞三矿的，去换对方的闪电的。换啊，不过换出这个二基地本来就该掉的，先刺蛇就应该干掉他二基地的。鸡哥现在打的也很乱啊，鸡哥，他们都很乱，这边两边在打，鸡哥够，他这个能进千万不能掉，能进一掉，奇怪，所有兵就到正面的，对，奇怪的助力就可以放正面了，哎，先逼你放波小虫子。西瓜也不急啊，他绕路，西瓜绕路了一波，这波绕的有点好，这不得不打了，这波但是打不下来，鸡哥很难受啊，回城吧，对，回城，但回城不会被毒爆撞了吧？闪电，我在里面还好，还行，还好，要回到外面就尴尬了。感谢图腾幺幺幺的一个飞机，感谢兄弟啊，这个局面，这六个兵营，八个兵营，绝对要守住，加一个 VT。这个如果守不住的话，一个就死了。西瓜其实应该把这个外面的矿的气采起来，他现在非常缺气，钱倒是不缺的。现在土地正面的兵真的挺少，他没有高质量的兵种，跟白球这种部队太少了。不，现在就是你这种少量的部队，靠光靠闪电出来，一打刺蛇狗是很厉害的，但是你面对这个宿主的时候就意义不是那么大。对。上路口这真的要打。哎，这波怎么上去嘛？你他在引，在勾你，勾你过来闪电闪你，他这么闪。不要一会儿被包了呀！闪电闪。家里面又被穿狗了，西瓜这穿狗穿的有点好，而且穿刺蛇，打不过了。这波小虫子都没飞过来，本来想包的，那家里面没打穿的，太伤了。这根水晶一大，他断四个出名点啊。这些都不重要了，兵力相差太多了，差100人口，你告诉我这怎么打？就算你这闪电再闪得好，神族有点送不起。啊，小虫子来了。现在不管怎么样，你接触一波你就亏的。西瓜可以用这种速度无限给你耗。他这小虫子在想什么吗？你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？不，你随便打哪边都可以的。对呀、啊，你不要说左飞右飞，小虫子有时间的呀。好了，这边再来一波，这个打得很灵动啊。回城闪电，那右边怎么办呢？这种回城很危险，万一这个就回的不好，就运气不好，就闪电爆在外面，毒爆直接不给你撞了。你现在唯一的能打下去的理由，其实就是这几个闪电，闪电没了就不用打了。西瓜被多线搞了，有点没反应过来。都在多线，都在多线。几个扛不住了。几个已经很努力的在扛了。对。这个矿掉了，就几个就没矿了，现在。
要爆了，感觉要爆了，脏了呀！他为什么还在这边求我？一个就，哎，就四个不朽，六个闪电，这是他的主力技能。看起来很美啊，电的，但没用了。一比一，等于重新打博三。嗯。GG。GG。哎。一比。这场比赛，七哥怎么说呢？第二张输的有点可惜吧。问一下吧，说明西瓜会打强酸，强酸，强酸。西瓜会打这个战术。正规，正规人呢？他不在吗？正规，人不见了。他睡着了吗？这你妈，他又睡着了。先拉人，先拉人。他睡着了，好像。他肯定睡着了，妈个鸡！怎么了？你进啊！进啊！哦、拉我呀！拉他，拉他，拉他！我帮你尿尿去了。哦。哥。我们还以为你都睡着了。没了，比赛很精彩啊。那你进来。拉呀。再拉，再拉。还在等旭旭王进来呢。他说他进不来，我重新邀请他了，他在进。我在想，哎，这种时候如果说再打一场这种二十分钟左右的比赛，妈，西瓜会不会把裤子给尿湿了？他会按暂停的呀。啊？那这时候赞助商说不允许暂停。他妈，他可以强行运尿的。哎，够了够了够了，跟西瓜说对吧，出现了，给他送了一年份的尿不湿。哈，不不，尿不湿就算了，送一年份的拉拉裤好吗？好，旭东，我们进铁城市广场 logo 怎么魔兽贴对了，把星际贴错了，我才看到。哎。黄东人呢？来，黄旭东，我们马达公司的 logo 魔兽贴对了，星际贴错了。什么叫魔兽贴对了，星际贴错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颜色，我知道了，砍死你！我知道了，因为上次我把这个图给那个许浩南呢，我自己那个图没改，我一会儿就改回来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们看这场比赛吧。现在就是下方五点钟方向就是蓝色的宠物选手西瓜，右上方的实验方向就是红色的神族选手碳基。哎，王旭东啊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啊，我经常跟韭菜打啊。啊，他就是用那个人族没有房子把所有的路口封住啊，然后外面就是里面架妈的几个坦克，我就打不进去，啊，我怎么办？你打不进去，你把外面的矿都开了呀，不要他开矿不就完了吗？啊，你出大龙呀你？对呀，啊，你把矿开了，你想怎么干他怎么干他，他就两片矿，他能不干嘛吗？对不对嘛？嗯，有道理。你不要他出来开矿，你先三片矿爆到两百人口，跟他 A 他脸。那个坦克真的好猛啊！废话，你冲坦克是吗？是要死的呀？那谁去都得死呀。他现在就是什么你知道吧，坦克阵加那个什么那个解放者搞我，就他就完全欺负你不会打这个兵嘛。对啊，就欺负我呀。你气不气啊？气啊，就他神族已经打不过了，已经不敢用神族跟我打了你知道吧。他韭菜，我操，哎你妈的，这狗也找到自己的下限了，平时从来不说自己打星际。啊，哥是什么的一盘没打过，从头开始跟他学了好吗？已经把他一个种族打爆了。我
我觉得你之后还会碰到很多像韭菜这样的人，比如你妈接班人，比如徐浩南，这些你妈都是狼，我告诉你，都妈。徐浩南我估计有点打过他。等你慢慢变强之后，他可以干你。你的星际如果能够打过徐浩南，那你说明你还有点强啊。对啊，打不过的徐浩南，妈的，好歹是职业的好不好？不，你错了，徐浩南绝对打不过接班人。啊，打接班人肯定打不过的，他肯定打不过接班人。接班人毕竟现在最新的战术体系什么都在练的，徐浩南的记忆还在自由之翼，好不好？接班人如果回自由之翼，也是一代虫王啊，什么东拉固这些都得跪下。一代虫王，我也没乱讲。谁打得过他吗 ？MVP 绝壁打不过他。自由之翼本来虫族就很强，他用现在的理解去打 MVP，MVP 妈门都出不了，被100个毒包滚死。哎，能不能提一下？包住了吗？差一点，没打死，飞的还可以。差两口。啊，这场，这个用的是正常的一个 VS 开，然后 ECVR 投礼刀出百合白球的一个战。啊，鸡哥不会倒下了吧？有可能的呀。刚拿过什么黄金联赛冠军，有可能的，西瓜打的还可以啊。对啊，拖呀，跟西瓜打就拖呀，拖不住呀、哎、你真以为西瓜什么每盘比赛都要去尿尿的呀？他也是偶尔尿一下好不好？不，他大概半个钟头再尿一下。妈的，这个真不夸张。以前我看他直播的时候，妈每次打完一盘就是我上个厕所啊，这你妈！关键他这个狗逼有一天悄悄的跑过来跟我说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说听说你肾也不是很好，然后我想，我本来想我没什么事的呀，我说妈的我有什么事啊？然后我想，不，你先首先我问你，他为什么从哪里知道你肾也不是很好？不知道呀，他可能就是听你们这些瞎鸡巴扯吧。然后他开始说，他上来说你是不是没孩子？我说是呀，干嘛？然后他说你是不是肾也不好？然后这个时候我本来想我说我没什么事啊。然后再后来我一想，你妈的要不顺势套一套他？然后说哎呀是呀，妈的这个东西，哎呀这种难言之隐。然后他说哎呀我跟你说，你妈的多吃点玛卡，靠谱的一逼。然后我说你们玛卡是什么？他就治肾虚的呀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因为我经常也吃啊。这你妈老子妈的当时就有点还不了口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我操，我想你妈的这一套就套出来了。不是，我觉得你妈的你跟他不是这么了解的。哎，真的呀，你们两个你妈同病相怜，然后你妈在聊天中，然后知道这个消息，然后你们现在想黑他，所以你们编。哎呀，老子有聊天记录为证的，你们还有 QQ 聊天记录好吗？好了，干比赛。哎，不被穿惨了呀，鸡哥被。穿成马了。哎，西瓜真的要赢啊！这波再穿的话，抓中了，这波再穿。哎，穿的波农民也很伤呀。还好。我拉了一下，还行。三矿怎么办？三矿有个电池，先拖一下。哎，这他妈这鸡哥还打毛啊！被这样抱一抱狗打伤了，感谢欧皇帝国王朋友的一个飞机，感谢这位兄弟啊。鸡哥防嘛也算防住了，死了六个农民，还完全可以接受，完全可以接受。本来这波应该是去搞西瓜的，对，但是被反了。西瓜趁着这个时间要把农民先补起来。绕狗绕的还不错，怎么说呢，这个这样搞其实进入到西瓜节奏了，因为你没来搞西瓜的话，这个局势对于机构来说并不好打。对，你看西瓜现在这个军团铺的
四矿开起来，运营的很舒服，主要是对四矿五基地，然后又是一个四色狗独霸的开局。好，就看这波了，这三个使徒啊，家里面他没打的，杀的不好，没打的什么。多线这波狗也拆不了，拆不了基地啊！这个装了走了吧？拆不了，没拆吧？冷静拖着，把闪电拖出来再说。对。他闪电升了吗？没升吧？还没升吧？我觉得。感觉好像没升，要么就升好了。没升，忘记了。应该没升。忘记了。应该没升。绝壁忘记了这个闪电。哎，但这一拳打过来的话，有毒爆的情况下，我觉得。他忘记升闪电了，挡不住的。要坏这波。他到现在都没升。好了，走远了。他到现在都没注意这个事情。还没注意啊？他是被一波狗穿的乱节奏了吗？好像有一点。有点神情恍惚啊，死了呀！但西瓜看到那么多闪电，会不会被吓退？当然会退的。就 A 上来的时候，他你妈慌的一逼各种塞，是的呀。然后别人没电，他还在想，我操你妈，鸡哥那么忍得住？哎，能进不能掉？能进掉的话，这个就拖不住了。他还没感觉到啊，这。空投，投不进。我肾亏早就用过，没有。哎呀，我他妈的身体需要很好，对不对？嗯，我知道。不是玛卡这个东西是骗人的呀，大家不要摁的，不要摁的那么不坚决，好不好？我是说，我说玛卡是骗人的。你怎么知道玛卡骗人的？啊？玛卡是骗人的呀。他为什么你妈西瓜吃完之后觉得效果还可以？就有段时间，那个有段时间在网上炒的特别厉害。哎，这难受啊！这鸡哥才发现没升闪电，现在升的。我感觉三矿可能要掉。没闪电你挡不住啊！这波强行用冰手，这挡不住啊！挡不住，再刷一排，毒爆马上来了，就挡不住了。虽然毒爆并不多，但也是毒爆呀。够了呀，把你兵逼退就行了。家里面其实假装空投吓死鸡哥了，然后发现鸡哥没升闪电，好，没升闪电是吧？说首尾难以相顾啊，这个时候。本来删的闪电，鸡哥还是个优势局的。对。终于好。好了又怎么样呢？已经打得差不多了，闪电也被包了。哎呀。啊，这。什么情况，鸡哥？他发着烧在打。哦。他说他发着烧。2-1。什么图吗？问他们家，我在问。西瓜说不定出现呢，最后。失而复得。然后下来，西瓜来到赛点了。对啊，一会儿跑到上海来暴打吕布，脚踩嘎紧。正官，你如果西瓜出现，你帮他准备一个那种，能够坐得上马桶那种东西。这你妈！不让打比赛。他妈的不需要这种东西的，你们懂不懂啊？让他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啊。你懂不懂啊？妈的！准备个尿不湿就好了。嘘嘘乐尿不湿了。你不，你们这边肯定有母鸡。嘘嘘乐乐嘘嘘。去广告词都想好了。去找一个母婴赞助商。嘘嘘乐乐嘘嘘。跟他聊那个，我们电竞这边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观众啊，这些都已经到了这种而立之年，对吧？也是成家立业了，然后也有这个小孩了什么的，
现在我们有个选手可以现场跟你们表演这个产品的用途。他们为什么妈的我们的产品是给小孩用的，为什么选手要现场表演呢？为什么？带选手表演才牛逼啊，量大呀，好，代入感强呀，你懂不懂广告啊？但问题是他万一反问，就说我们的产品针对小孩子，万一这个选手量太大的话，可能会导致这个产品。你特别做一个呀，你妈垫三层可不可以吗？进哪去啊？他们不是休息会吗？那你们先进来呀你。感谢巨星奥克兰妖王的一个飞机，还有这个兄弟的三个半卡，感谢你啊！西瓜估计去上厕所了。嗯，我也去拿个水去。去啊，稍微休息会，稍微休息会。大家也稍微休息会儿，看了那么久了，今天打了几个，四个波三，一个波五。这连续打，我觉得打的虽然说挺快，但是感觉来说的话还挺慢的。我有几场真的挺快打的。好，徐徐王进来了，我们看一下，够了吗？可以开了吗？够够够够够够吧。哎，他们 top 阵容还可以啊。为什么？也不怎么管说你一定要在注射什么的。那这怎么就叫可以呢？就没那么严格就管的。那不就叫不可以吗？哼，这吗？管严一点不是还可以吗？没有领队，说白了就是申请没有领队。他们领队是兼职的，要兼几个项目的。那也管不了那么多。对啊，他们领队要兼英雄联盟什么的，哪有那么多心思来管他？说明星际选手没牌面啊。是的呀。他领队不会因为星际打得差把他领队开掉的呀，但是会因为英雄联盟打得差把他领队开掉的呀。他你妈心里也清楚的呀。是。他你妈领队思路很清楚的好吗？你星际你妈打再差 他也不会被开掉的。但是他妈英雄联盟要是打得差，你妈的他就走远了好不好？他们现在成绩怎么样嘛？好像比上赛季好多了。星际打得他。领队不会开掉，选手会开掉。觉得这帮选手裸装啊，那战术已经很久没有人用了。非常偷，裸装，然后应该要两兵营。哎，那 B 站那个队打的怎么样了嘛？也蛮强的呀，他们队还可以啊。那第一是谁嘛？第一也还就那几个队吧 ，RNG 吧。RNG、EDG 这几个比较强 ，IG 好像比较强。啊，最近好像我觉得英雄联盟声音都没了。没有，有声音的，只是你可能不关注这个圈子。他们现在很平稳，就是。就进入到一个。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站外的声音没以前多了。因为站外他是追风口的嘛，就比如说媒体啊这些都追风口，就后来都去追吃鸡去了，所以英雄联盟。吃鸡也不行啊。对啊，现在吃鸡 也有点不行的嘛，现在不知道追什么了呀。那星际争霸有没有机会呢？黄旭东也没什么机会，我操，妈的，要么失了智，你妈哪个站外跑来追星际争霸？这怎么裸双都来了？现在几个裸双开啊？对啊。不是这样的呀，就站外的新闻。追风口的概率会比较高一点。前段时间就追吃鸡的风口铺天盖地一样。
对啊，现在吃鸡问题比较大，就国外，特别在国外，在海外，在欧美那边吃鸡已经凉了，所以现在压力很大。那个蓝洞现在你妈就做各种东西来讨好中国玩的，就搞什么中国的枪啊这些东西，没用啊，中国对吧，挂壁都不封。不是他讨好中国玩家嘛，然后没用啊，这哎呀，然后研发投一点点钱对吧，多做几个皮肤先把钱挣了，指不定这个游戏凉了他们也不知道干嘛去。可以啦，他们这么一家小公司现在搞成这样已经不错了，哎，好不好，是这样想的呀，先把钱挣了再说呀。哪有那么大理想呀，啊，真的一手好牌被他们打得那么烂，不不不，受不了了，不不不，只有这个实力，你妈能打成这现在这个样，他你妈开局估计也就是个你妈什么二六四，你妈发了个牌，你妈差点发成同花顺，妈的发了个三四五好吗？对啊，发了个顺子也可以啦。他开局你以为是像暴雪这种上来你妈一对 A 呢？一对 A， 然后上来暴雪开局一对 A， 然后上来给蓝洞发了个二三四，你妈的，然后哦不是发了个三四五，然后蓝洞你妈顺子，暴雪你妈一对 A， 现在你妈好尴尬，到底你妈抠还是不抠？我这落后太多了，一对 A 落后顺子太多了。对啊。我关键暴雪还有那种风暴发了一个什么皮蛋 K， 然后上去 all in 了，这你们好尴尬的局面，又是两 vs 开局了。这个两 vs 开局第一盘其实已经用过了，效果的话还不错，但是最后还是被西瓜翻盘了。其实我一直觉得比如说暴雪对 A 这个稍微有点过了，暴雪开局是一对 A 的呀，真是一对 A 呀，一对 A 也就一对 A 了，守望是一对 A 啊，风暴也，风暴开局也是一对 A 啊，没风暴算了，风暴游戏都没做好，不他这没做好，我说他开局一对 A 啊，风暴开局哎，上来就三千万玩家注册，你妈的哎，全部所有游戏的玩家都免费帮他做宣传，免费帮他打，这些主播都在免费宣传免费打，俱乐部你妈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做起来了对不对，妈这还不是一对 A 开局，比他妈守望开的还凶，对对，电竞馆什么都没说做起来了对吧，是的呀，你妈这不是一对 A 开局。你讲的也没错。为什么到最后你们又绕到电竞馆来了吗？不是谁害你的吗？正规，你妈的这种东西也不能说。好了好了，猜猜你王，猜你王，说到这个莫名其妙的，我靠，王旭东你妈就没话说了，我操。好了，这盘是凤凰对蟑螂开，西瓜蟑螂压一波，压一波是对的，回去的话遭重啊，这不回去，压一波是对的，因为压了的话他凤凰就回去把能量全部飞在蟑螂身上。这波蟑螂什么，凤凰不回去，他是不是没看到蟑螂啊？他估计没看，他但他觉得正面的兵还可以，你不觉得吗？那可以挡不住啊，他没想到上面有波蟑螂的呀，这挡不住啊，只能回去了，回城呀，那怎么办嘛，立场还可以打开呀，再立场，啊你没放直接还进去了，几个遭中了，几个打得太随意了，啊，徐徐王要出现，这还不一定，还不好。徐徐王这波把吉哥，首先把你凤凰能量换了，然后在家里面还杀了一波农民，优势了。本来是应该是这波凤凰能量换家里面稳稳守。对对对，他转没看到凤凰能量过来。三矿他没绕蟑螂去吗？如果三矿绕蟑螂去就完美了。不管哪里杀都是一样的，五矿还有一个蟑螂，哎呀，这已经守不过来了，忙不过来了。
这个这种西瓜随便转型啊。啊，我发现了这个凤凰，也就是帅，他妈的很菜。妈，凤凰凶的一些，很猛，我告诉你，又硬。妈的，他只要凤凰占的优势，就是把你往死里整。我关键他没能量，就是鸡啊。啊，没能量是鸡、啊。那这你要无限能量，那哪来嘛？啊，这没能量了呀，这走远了呀，已经。这什么西瓜就爆张了，就把碳基爆死了，能量都废光了。一个不朽不顶事儿啊，还有一天在拖加起来、对这还可以，他没能量了，上面还有三个蟑螂在主基地，碳基又开始农民了，他已经整过来了，好，再来一排能量，赶紧吹起来，但后面还是源源不断的，哎呀，完了，不朽到了，这打到西瓜的节奏了呀，家里面这农民已经杀光了，居然最后是西瓜组的，毕竟